都属于你。忽然之间我们巧合遇见，忽然一见钟情，忽然的想念，忽然间怎么你出现在我身边。先不要发到网上哦，我们很快就会官宣的。甜甜，你确定要官宣吗？那当然了，我本来就不明白那些大明星为什么不愿意公开。而且谈恋爱多美好的事儿，我恨不得跟全世界的人分享。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对你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掉粉。我才不怕，而且我已经报了表演课了，我打算用演技征服观众。我才不想靠那些什么恋爱炒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唐丁丁。今天呢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，就是你们看到这样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和他呢，是在做一个梦给你选角的时候认识的。虽然他不承认，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一见钟情。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嘿，同学。然后我一转头就发现了一个羞涩的男生在看着我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你怎么承认了？那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祝福，拜拜。你怎么这么紧张？我又不是演员，不像你们经常面对镜头。小鹿哎，居然是小鹿哎！咱丁丁真是好眼光啊，小鹿这孩子不错的。你看上次咱们去剧组的时候，他对咱多热情啊！热情？我看，他就那时候开始生的鬼主意。臭小子，看我不收拾他！干嘛去啊？提刀！哎，人家丁丁官宣了哎！我看到了。呀，内心毫无波澜啊？不会吧？我就把丁丁当妹妹，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这姑娘从小就怕唐钰，不管什么心事都第一时间跟我说。现在感觉吧，之前跟着我屁股后面跑的小姑娘长大了，还谈恋爱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不过啊，女朋友可以换很多个，但妹妹只能有一个。行，看在你这么多年啊没有祸害丁丁的份上，算你还是个好哥哥。我告诉你，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我越来越多的优点。我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你这个浪子啊真不怎么值钱。这衣服还挺合适的，卖给我吧。多少钱？给我打一九折。1亿不打折。1亿不打折？
小花卷现在越来越可爱了哈。嗯，收拾完了？嗯。今天刚洗完澡，可香了。嗯。嗯，怎么还有点眼屎啊？别动啊，你擦擦。这边。乖。怎么了？怎么老看着我啊？嗯，没事啊。嗯，真听话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平静啊？丁丁可是因为怕你看见官宣视频生气，在我这儿打了好多预防针呢。我觉得陆之行还不错，这个没否认了，所以我支持他们可以公开。再说了，既然他们俩选择在一起，不公开的隐患会更大。嗯，我只是希望丁丁能够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好演员，不会被工作影响到他的生活。你可真是个绝世好哥哥啊。来，花卷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是不是好哥哥？来，你到这儿来吃。嗯。我困了，我们去睡觉好不好？这么着急啊？这才几点啊？今天还没跟你好好聊聊天。嗯，明天再聊嘛。你这一周十几趟路演，我腿都快断了。我现在啊，急需要好好的睡一觉，充个电，最好再有个度假。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不，从现在开始。你就可以放假了。我一个人放假有什么意思啊？你那么忙又不陪我。跟着我走啊，到了。嗯。三、二、一。去查郡上。唐玉，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。我特地去考了驾驶执照。
心，之前一直是你看着的，自己默默的过四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好好爱你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生命。安静小姐，愿意嫁给我。我愿意。戒指是我亲手设计的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正好适合你，独一无二的。舒阿姨，现在我手上的这份是婚前协议书，我知道你们两位为了唐鑫付出了所有，不过也请叔叔和阿姨放心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家也会为了唐鑫付出我们的所有，请您先过目。阿姨，自愿将全部财产转移到我名下，如果婚后有对不起我的行为，自愿净身出户。没错。哎呀，这可不是儿戏啊，两位亲家。亲家母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呀从来不干涉唐玉的事情。只要他想做我们就支持，而且唐玉的性格我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唐鑫的事情，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。嗯，金教官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儿子呢那是诚意十足，他是一心啊想把你女儿娶进我唐家啊。哎呀，大兄弟，我们也是唐家呀。对哦。对呀、啊，以后就不用跟孩子跟谁姓了。是啊，对对对对，以后让他们多生几个。啊，行行行，听你们的。哎，这日子啊，我们也商量商量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婚礼要在夏天办，穿礼服漂亮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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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唐玉小时候呀、啊。瘦瘦小小的，经常受小朋友欺负，他也不会骂人，也不会打架呀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收买别人，他用我跟他爸给他零花钱去买泡泡糖，偷偷带到幼儿园去，谁对他好他就给一颗，谁对他好他就给一颗，然后没多久全院的小朋友都成了他的好朋友。但是过了不久，老师就找我谈话了，说唐玉妈妈，你能不能不要给他零用钱买泡泡糖了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全院小朋友都成蛀牙了，我怎么跟其他父母交代呀？哎呀，我们家唐鑫小的时候囧事也不少啊。一开始别的孩子欺负他，他呢回家就求他爸爸给他买那个纹身小花贴，哟，就装模作样的把那个小花贴贴在胳膊上，就成了小花臂了。他壮着胆子去教训那些欺负他的孩子，吓得人家直叫他大哥。好，以后让大哥管理您。来来来来来，怎么了？闷了？干嘛带你出去转转啊？嗯，那我们先出去转转，你先吃。哎哎，去吧去吧，反正我们的话题你们也不喜欢，对，俩人出去聊聊啊。好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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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啊。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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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